国大陆跟菲律宾这两天在南海的的确确发生了冲突，甚至有船只碰撞。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张图，这是来自于这个中国大陆海警船人员的这个一个拍摄图，看到在船尾这，这应该是船尾还是船头哦？有两名中国大陆海警船的执法人员拿出了拍摄的器材，应该是 V8 哦，站得直挺挺的，摆好阵势哦，想要来搜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中国跟菲律宾的船舰哦，在海上撞在一起了。来，导播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撞在一起了哦。这个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海警船跟菲律宾的执法的同样也是这个海警船队，船只互相在茫茫大海，这么大的海啊，两艘船却碰撞在一起哦。那当然我们看到呢，菲律宾是指控中国的海警船在做危险的动作，危险的操作，而中国大陆是说你菲律宾的海警船进入了我仁爱礁的这个我们控制的这个主权，侵害到我们的主权。我们先来看看另外一个画面，看起来也相当的激烈，这是两艘陆海警船用水炮来夹击飞船，这是菲律宾的补给船。您看到两个这个水柱哦，分别来自于两艘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射出了长长的水柱往中间的这一艘小船，这是菲律宾的补给船，他们要往仁爱礁的这个坐滩的这一艘船上面去补给哦，那被中国大陆给拦截了哦。那这个水柱你不要恐看它只是水，它非常的强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菲律宾的小船的玻璃立刻应声而破，这是来自于菲律宾船上的视角，您看到的它的这个挡风玻璃就像我们车子的一样，挡风玻璃立刻应声破裂哦。所以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哦，他说如果我们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权利以及管辖权被忽视，我们会反击。怎么反击？我们今天看到他有记者会那这个美国也这个发出了一个关切的一个这个声音哦，我们看到包括美国驻马尼拉大使卡尔森哦，他就说这是危险动作哦，这是中国海警船的危险动作，并且力挺菲律宾哦，支持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也说，中国无视菲律宾人民的安全与国际法，美国跟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我们现在看到海上现在是水柱啊。哦，我们担心会有更进一步的冲突。而另外中国大陆当然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无下阿蒙了，他的这个军费啊不断的高涨，现在中国大陆正在开两会，我们看到他官方宣布他2024的国防预算达到1兆6655.4亿人民币，年增 7.2%、连续九年都维持个位数字的增长。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环球时报说，我们这样的支出规模是合理的啊，我不像你美国日本印度，你们这些国家才在刷新军费增长的记录哦，你们才是在穷兵黩武哦。李强，中国大陆的总理说，这是推进军事斗争的准备哦。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日本人哦，他们其实蛮紧张的哦。那日本人的这个官房长官林方正他就说啊，我们很关切。好，我们日本很关切，这是到现在最大的战略挑战。林方正讲，中国在欠缺透明度下大范围而且急速的让军事力量增强，这是日本跟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哦，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挑战哦，他们非常的担心哦。那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两会期间，当然我们说它是一年一度的政治大拜拜，也透露非常多的政治的一些意义跟企图以及人事的布局。大家知道他们现在的外交部哦部长是悬空的哦，所以下一任的外交部部长会是谁呢？刘建超哦，呼声很高。刘建超是中共外事办的副主任，他的口碑不错哦，据说也颇具威望，被认为是友好、热情且富有感染力的这样子的一名外交官哦，所以呢。这个也有一些外交官评价刘建超说相较于其他中国大陆的外交官来说，他们认为如果真的是由刘建超来当外交部部长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包括过去是战狼的口吻，现在可能会变得比较温和，这个是一般的评论。而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西方的学者说，北京正试图向世界树立更友好的形象，
从而稳定市场，重振外国投资，同时减缓西方遏制与中国经济联系的步伐。因为我们知道西方世界包括美国现在在抵制中国大陆嘛，所以是不是要释出橄榄枝呢？比较用温和的外交部部长呢？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中国大陆驻美大使谢峰，他到了政协小组讨论，希望中国大陆这个扩大与美国智库的交流。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要让西方这个下一步要做好请进来走出去，包含扩大跟美国西方智库媒体的交流，让你们这些西方人或是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大陆我们崛起，我们是和平崛起像这样的主轴，让你更了解中国大陆的想法呢？另外两会期间大家知道，像我们台湾记者过去我也常去采访我们会一直去读访这些官员。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好玩的现象啊，中国官员一听到秦刚前外交部部长的名字啊，马上闪人，不接受，像谢峰就说这一次不接受采访包括张军还是常驻联合国代表他也说这不是记者会，你们的提问我也不回答所以现在看起来秦刚变成那个禁忌了吗？来，赖老师，我就先谈一下菲律宾好，因为仁爱礁不是菲律宾的，仁爱礁是我们的。1998-97年的时候，美国打这个中国大陆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馆，那是违法的攻击一个国家的领事馆，这是违法的。那大陆的工作人员死了好几个美国自己也知道柯林顿也知道，他这是违法的事情，是故意打的。那就利用那段时间中美在磋商的时候，菲律宾就把这个破船就去座谈了。当时菲律宾承诺他会把它拖走，那这20-30年过了就是不拖走。所以第一个是违法，所以不是菲律宾的，是违法过去也承诺要拖走，最后还是不拖走。现在不但不拖走，还要去拿这个这个强化他的公司的存在，这个就是无赖嘛。那你对无赖该怎么办？就当然就是要把他赶走嘛。所以我觉得喷水柱还客气了，我觉得应该要仿照日本，我们的渔民在我们的捕鱼的时候，跟日本的这个经济海域的临界线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渔网不小心碰到而已，日本就登船就把我们的船长就逮捕了，然后用直升机就运回日本的本土，然后船就扣回去了，而且马上要进行法院的审判。我们台湾去花了钱去赔人，去赔钱又把人赎回来。你可以看到大陆还没有这样做呢，所以如果大陆有一天仿照日本他开始这样做的时候，那才是叫刚刚好而已。所以这个喷水是小 case。 那日本菲律宾叫一叫，美国人叫一叫，坦白说中国大陆的做法就讲完了好，继续喷，你来就继续喷，而且呢下一次最好的方法就把人就用直升机带走了，船就拖回去了。我觉得看菲律宾还有几艘船可以在那边玩我觉得对于一个无赖你只能用这个办法了，你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那不是菲律宾的嘛，他就在那边耍无赖嘛，就不要理他。军费的问题我倒觉得军费的问题是这样子，大陆的军费太少了。大陆是14亿人口的大国，美国人才3亿多人口，美国的北边是加拿大，是美国的小跟班，南边是墨西哥，是又穷那么又弱，所以两边是大洋，美国没有国家安全上的威胁。好，国土面积比大陆小，人口比大陆少，没有安全上的威胁，海岸线比中国大陆少，然后这个陆地的接界也比中国大陆的邻国的都还少，那国防军费却8800亿美元呢。大陆才2500亿，你还说你怎么可以那么多？你以人均的防卫预算来看的话，大陆远远小于美国。以 GDP 来讲，大陆远远比例中也少于美国跟日本，日本都超过2%，美国3点多，大陆现在 GDP 都不到2%，太少了。要增加7.2%太少了，7.2%那是真的是小 case 因为大陆的整个防卫预算占 GDP 不到2%，美国3.6%以上日本都超过2%，所以它只占2%还不到。不到啦，所以日本叫什么叫？你都超过2%的日本，嘴巴闭起来吧。日本人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害怕，很奇怪请教老师，这个、李老师。对，当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国大陆国防预算是7.2%但是连续9年是大概是这个个位数的成长，代表什么？
代表大概在2005到2015啊，大概有将近快十年时间，它是两位数字的成长，就10%以上。唯一一个例外是2010年啊，那时候跟国际情势跟金融情势相关。那这个数字多不多，就见仁见智，相对性的。因为我印象中这几年美国国防预算成长比率大概也就是7%、8%。那以日本而言，刚才廖老师有讲到，那岸田文雄政府他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前景了，希望在2027年。这个防卫支出占 GDP 的2%，几乎想要把它翻倍，所以大家都在做非常非常类似的事情，而且都是说我是被动回应的啊，因为对手如何如何如何去做。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那其实目前来说，美国的国防预算还是在全球是一枝独秀。如果根据一些重要的公信力的，像是斯德哥尔摩和平国际和平研究所历年来的统计啊 ，CPRI， 基本上美国在第一，那它是。总和是可以相当于排名第二到第十的总和，哇！所以它以一可以第二到十名加起来等于美国差不多，但就是咏春拳40%全世界以一可以打十。当然，在更久更久以前，其实美国更多了，可能是第一名可以等同于2到12到13。那因为这些年因为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崛起啊，所以国防预算是一个它的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它也提升。大概，但是以比例来讲哈。中国大陆国防预算大概在美国的20%-30%之间，它已经到第二位，可是距离美国还是有很大很大一段差距。我们要知道，那我所知道中国大陆国防预算，它基本上还是会呼应一下整体的它经济发展状况。那我记得他们常讲说哈，当这个国防预算后面要有强大的这社会力量做支撑，是你不可能说只单这个投资在国防上而忽略其他，因为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建构不起来。所以说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很简单讲一下刘建超，我的想法是说他当然现在有很多人说魅力外交，但是我觉得他像是一个推销员，但主要还是中国大陆整体的一个对外的战略的选择，那是他的产品。就他可能做一些某种程度的修正，可能希望在这几年中国大陆在国际上西方世界的逆风能够降低，能够多用笑脸迎人，打动人心，回归到比较传统上的比较软实力。但是还是要看整体习近平的对外战略它走向，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地方。是因为政策可能也不是他一个人决定的。来请教兵哥。我觉得大家都看到那个大陆跟菲律宾那个擦撞的那个现场的画面，大家都没有看到吗？人家在干什么？人家都在全程路搜证拍照。对，那全校我们在干什么？而且他那个喷水还有从天上就是空照的，因为有无人机啊。对啊，这个搜证的很完整。要不然像没有无人机的也会有直升机去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彼此的一个宣传战。是。其实这个真正的重点不在擦撞，而是在彼此在宣传对方很阿爸。是。所以这个搜证是非常必要的。那我就不懂为什么我们的海巡从来不搜证。我就不懂，也许有他们觉得理所当然，还是你搜证不敢拿出来，所以这个大家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吗？那小马可是现在当然在美国的怂恿之下，他要持续做这样的抗争。那他说他会予以反击，请问你怎么反击？我真的想不出来，可不可以麻烦小马可是总统告诉我们一下，我不知道他怎么反击。你数量上输人家，吨位上输人家，然后整个科技上也输人家，我不知道。大概唯一能够就是嘴炮反击，所以其他大概是没什么搞头。菲律宾的国防预算，或是他用在海军上面的经费，根本是少得可怜了。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反击。看起来美国也没有想要帮你出头，除了嘴炮一样，嘴炮协防之外，其他也没有帮你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菲律宾自己真的要去想清楚。那大陆军费当然一直在增长，是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可是我们刚两位老师都讲了。问题是周边国家也在增长啊，日本为什么5年之内要翻一倍？这是美国人叫他这样干的。我们为什么6年之内，那个我们大概军费成长63%？美国叫我们这样干的。印度你知道，印度成长13%呢，去年。所以最近整个周边中国周边这些国家好像在军备竞赛一样，除了印度可能是他们自给自足，因为他想跟中国竞争之外。其他日本、台湾、南韩这些，基本上都是美国硬要我们去增长这些东西的。其实这些经费我们本来可以运用在国一些经济啊、民生啊、社会福利上面啊，可是美国说不行，你一定要把这个花在军费上，那就是这样。所以谁造成这个军费竞赛？不就你美国吗？不是你在干这件事情吗？而且你自己也没有例外，你也在增长啊。对，
所以为什么就只可以你增长，别人不能增长，就对？这到底什么逻辑？我真的搞不懂。然后大陆增长就是危害世界和平，那你们增长呢，就是稳定世界和平，是维持世界和平。对啊，所以这到底什么逻辑？我真的听不懂。那至于刘建超这些东西，我是认为啦，战狼这种东西是有一定限度的。你什么东西都用战狼其实不好，是本来在外交上就是一个黑脸一个白脸嘛，有的时候就是要扮扮好人，有的时候就是要比较强硬，这是随机率而定。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个人的个性问题，而是大陆装希望他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是，所以未来我认为大陆是希望能够多交更多朋友的，所以我觉得大陆除非在跟美国大概针锋相对之外，在其他的地方我认为他们会用更友善、更和蔼、更让世界了解大陆的方式去推广他的外交，而不是用战狼的心态。